就是跟他破的色色印，破的色色印么？破的色印么是啥？我看《楞严经》哦，这大家那边大王伊都讲真牛啊，边讲大家拢一定伊的讲神通都是独家来的啊，是安怎人他会讲神通啊？这《楞严经》看你才知哦，嗯。伊讲咱哦，啊，那修这楞严大定哦，啊，修楞严大定哦，相住处处入三摩地哦，而明目人处在大幽暗哦，精神妙境，心未发光，处即名为色蕴的起义，色蕴的范围内就对啦，啊，一。木，咱可以讲咱啊，啊，受这个就是啦，受这个就是楞严大定的时阵，哈、啊，就入这三摩地，但是目睭啊，啊，在这大暗中有可能无通看到，但看到西湖，啊，唔过这啊，心真真妙真静哦，但是还未发光，啊，这种也是，咱先呐看未直接。暗时也看未到，只要物件可能乍咱看未过，即有即个色的，诶，这是叫哪阻碍嘛？更暗都是色啊！啊，内底外口即个，或者是一种纸可能乍掉，咱都看未过啊！那假使讲那西瓜讲有目睭有看哦，日目明朗哦，十方洞开哦。热目明亮，十方洞开，无复幽暗。看个笼中无幽，是个笼无幽暗哦。明色蕴尽，世人怎能超越执着，观其所有，坚固妄想，以为其本呐、啊？假设咱那是讲，是个目睭，暗时就时拢看，就十方拢看个显显显，那无只用暗时啊。啊，安尼呢叫做巧合合作，啊，叫做色音已经尽啦，有些已经尽啦哦，啊，当在初中哦，哦，你就要在这个中间的时阵哦，经验妙明哦，哦，研究这特明的代志哦，数代不色，消散之间哦，心灵出界，辛苦的出界哦。处名精明，流溢精进，殊但功用渐得之处哦，非为圣境，不作圣心啊，名就善境界；若作圣界啊，则受棍舌。这几句话足重要。所以啊，你有这款境界，拢未使讲出来哦。啊，会使请教，也请教比你较悬的人。但是你未使出来颠荡颠荡，我已经证到三昧了，安怎了？你若做圣界啊，啊，这是观下，啊，这是观下。何以初心么？啊，精眼明，精眼妙明，其心内切啊，使人忽然以其心内啊，减出妖秽。心相观人，亦无相悔。处明精，处明精明，流溢形体，殊但精行，渐得如是，非为圣境，不作圣心，明圣境界，叫做圣界，即是观察。即五十一摩啦，即拢有几，尾也即几句诶。你即摆咧直直研究哦，啊直直做哦。这个安怎呢？这个有看到咱身体的内底，腹肚底内底看，你看来看到内底，咱的腹肚底内底有面瘫哦。咱的腹肚顶啊面瘫，看到有人头诶，食面瘫药啊，头面瘫啊，有无？咱腹肚就面瘫，啊，你即摆坐站，这个看到咱腹肚底面瘫哦。无大劲呢，你有法度手入去抓迄面瘫出来，啊，手抓面瘫出来吼，啊，腹肚也无几空哦。不过也无开腔，也未听，也无想到，暗谷面堂口你抓出来，
啊，有啊，你都啊，都变四点咯，有啊，这功夫未歹哦，啊，我看到你啊，不多得面堂哦，啊，假使你呐做圣，你呐或者是呐做圣盖哦，啊，你都得滚下。假使你呐不做圣心，这都是圣境界。你阿妈想讲，这就是三万，你也想讲，这你就足厉害啊！啊呢，你就是执着哦，啊，做圣盖的这些观想，啊，精辟厉害啊！难解有难讲啊，我三门七辟哦，啊，有一出心哦，内外精验哦，及时分辟哦，意志精神，第。接受心以解摄入，何为宾主？佛以空中闻说佛音，悉闻十方，当乎密意，处名啊精辟，夺相离合，成就圣境，渐得如是哦，非为圣境。不做圣心，名圣境界；要做圣界，就修观世音。啊，你变细修哦，修个你的魂魄哦，啊，意志精神哦，啊，未接到辛苦哦，有法度安尼飞来飞去哦，也佫有法度听着咧空中哦，人咧说话的声哦，有法度闻着十方哦，而且密意哦，啊，你那个做，或者是那做圣界，又佫得到观世音。那不做圣心就是圣境界哦，耶！另外，这又更加微妙哦。假使讲啊，有一初心哦，定路高铁哦，内外发明十方遍众哦，严普端摄，一切将来化为如来啊。一时佛见毗卢遮那，即天光大，千佛围绕，彼一国土及以莲花，即时出现，处名心辟，处名心魂，莲我所染，心光眼明，照诸世界，暂得离处了，非为圣境，不作圣心。名圣境界叫做圣界啊，即是观世音。这就是讲你看到一切境界，拢会变现做佛的境界。啊，伊讲你这个时阵哦，这个心哦，哦，定路高铁哦，内外拢会发明。啊，我到十方拢遍作哦，十方拢遍作啥？遍作黄金色的哦。啊，严普端摄这黄金色的啊，啊，一切种类哦，拢化作如来。啊，忽然呢，看到毗卢遮那佛咯，毗卢遮那佛啦，也就是清净法身佛啦，啊，这是这天光大哦，边啊哦，归清的佛啊，清佛围绕哦，边一个千佛围绕掉了，把一个国土隆重现出来哦，啊，还个看到莲花哦，啊，一时中出现哦，啊，这款呢，这名叫做心魂呐，啊，这莲花所染呐，啊，心光眼明呐，照诸世界，这是暂时安尼尔，唔是，啊，非为圣境啊，这还未证掉啦，假使恁啊。不作圣心就是圣境界，你那做啊圣界哦，啊就得了观世。所以啊，咱念佛见着佛啦，这是当然的。但是你那修炼念大定的人，看到虚空中拢黄金色的，下空中拢满满是拢是佛祖，你唔欢喜哦。啊！你若讲你安尼正着吼，你就害哦，你就着滚下哦。啊！所以咱念佛人上运动是安尼，咱念佛的人啊，当然个当时也看着佛，真可能咱临命命将下咱就看着佛。
两秒钟佛做的现前来起莲花来啊！咱念佛的人见佛，这拢是真佛，唔是观想。你若修禅定见着佛，你就未使做善根。你若做善根，你就一定得到观想。啊！咱念佛的人，把念到满天拢装黄金色。我咧讲个黄罗，哎呐，黄罗念啊！黄罗念是黄汝念嘛？啊，这黄罗念哦，云镜哦，改一念阿弥陀佛，念到半暝啊，一两点钟去困的时，就倒咧困呀，目睭起来呢，哦，满天拢种黄金色，起个光照个精神，目睭闭紧一看，哇，满天拢黄金色，规天拢莲花。啊！阿弥陀现在面头前，因老母的莲花嘛，现在阿弥陀面头前。啊，谢谢你的声五罗念。啊，这款境界对哦，这款境界对。因为伊念佛啦，念佛见了佛啦，这境界无唔对啊。假使你若修炼念大定，这款境界对哦。这款境界啊，叫做讲是暂时如是啦。啊，非为性境啦。你还未证到啦？什么叫做证到？这款境界永远伫咧，就叫做证到。啊，那暂时的拢唔是证到哦，连你都无去，拢唔是证到。所以啊，不作圣心就圣境界。你呐做圣界哦，即得观世，即修观世啊，即修观世啊，啊。所以这种种有十项，那讲到这就讲第四项了啊！啊，可比讲空性波色啊，过进一步，这空中拢变作七波啊，是十方虚空哦，忽然哦，或者十方虚空拢啊，成七波色哦，或是成八波色哦，啊，同时遍满哦，不相了解。啊，青红赤白，各国尊显，这名叫做义案。啊，伊迄个古拢有名哦，这拢是暂时的，唔是圣境。啊，暗中见不咯，啊，你个进一步，啊，进一步是呐，忽然的半夜，有法度看到咱厝内底种种一切物件，啊，甲日时赶快赶快。啊，你一个未补去哦，啊，遐物件拢未补去哦，啊，这款名叫做心识，啊，啊，这拢是暂时的俩，这拢唔是圣境，啊，未或者加上那不做圣心，就是圣境啦，做圣界哦，啊，即是本相，啊，一个进一步心动初步，那个进一步啊偏见无解。啊，啊，佮进一步，啊，要见要闻，啊，咱伫只小话讲一下啊，这个心动初步，啊，咱啊伫心哦，入伫个虚妄啊，数机忽然哦，动一初步。会修多站啊，啊，这是那金木所隔啊，亲像草，亲像草木安尼，会个难修，多个难站，你无啥物感觉哦啊。有只会讲不灵，修热会个难修，你未修就对啦。过啊，你个吧啊，亲像个。搞都是下嘿木很宽啊，个下木很宽啊，这名叫做顶片啊，也就是讲白素大性，那你得最会用白素大性哦啊，一向入存，这是暂时哟、哦、啊，唔是你去见到的。假使啊，不做圣心名，做圣境界，你若做圣界，啊，你个掉着滚下啊！啊，若一初心哦，
啊，你个哦，这是呐，成就清净哦，啊，嗯，静心的功德哦，啊，忽然的看到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，有个嘛？啊，具足七宝光明遍满哦，又见行沙诸佛自在遍满空间，啊，老殿华丽。下见地界上观天宫，得无障碍，这名叫做心遥啊。念想一心，想故化成，这款呢啊，非为圣境，不是圣境哦。不作身心明性境界，也作圣界哦，就一个接受观想。你看嘛，修改这款程度，这。不得了的人啊！忽然看到十方的山河隆重成就佛国啊！啊，具足七宝啊！啊，光明个遍满啊！啊，个见到幸福沙下济的自在啊，遍满空中啊！啊，遍满空界哦！啊啊，老古地流江天哦！哦，足水也拢看见哦！下天看个地界，上看个天宫哦！哇，你看这样有厉害啊不？这款人那未定，我嘛就歪说；啊，那未定讲，我嘛就歪说，对不？你这功夫感觉伊足厉害啊！但是我咧讲，这种暂时呢，这不是真的哦，这不是真的啊。假使啊，你呐不做圣心，就叫圣境界；你呐做圣界，又可叫观下啊。要见要闻哦，啊啊！你也过来继续研究哦，啊。忽然在这阴暗时哦，我都看到真远的所在，又见晚风哦，啊啊，市井街巷，青竹冠石，石门奇异，石门辟心，啊，辟极飞出，过多计见，非为圣境。假使讲你啊阴暗时哦，啊忽然哦。可以讲你伫园林嘛，忽然看到你台北的街市哦，啊，看到你的亲属伫台北亲属，你拢看现现哦，因伫讲话你嘛听现现哦，啊啊，这款的，嗯，只拢唔是真着啦，啊，只拢暂时的尔啦，啊，只拢暂时的尔。所以梦见梦算啦。你那看到这款情形，有时啊，你就会下心呀、嗯。啊，伊讲哦，有一初心哦，啊，研究精进哦，见神知识，形体变异，修算无端，种种千界啊，出名下心，含受啊，痴魔，痴魔魍魉的痴魔。去做天魔，入其心腹，无端说法咯，通达妙义，非为圣境，不作圣心，魔术消去。假设你阿妈无做圣心，阿魔术就消掉去哦。若做圣界哦，即是本性。所以讲真正有咱家己的主人，干那么破一个色，破一个色因，就有十种阴魔。啊，修个遮厉害，眼睛看会到，爱说话，啊，看到佛祖十方拢会光明，啊，你看卖，这安尼又过会钓到阴魔，啊，所以咱无法众生啊，真济人无会将寺院就讲伊得到善，得到看到善，看到善，敢有遗憾呐？照这安尼印证起来，敢有样遗憾？人些这印证个，你看卖，看到十方诸佛。看到空中拢金色嘅，看到莲花，又个唔是圣境界，啊，又个唔是正定，啊，所以你这《楞严经》看看，才知讲咱修行确实唔是简单。了了啊，你就钓到五十阴魔，啊，唯有咱念阿弥陀佛，所以咱念这阿弥陀佛啦。叫做最方便的法门，方便中的
最大的方便啊，因为你要修这用咱家己力，要修到这款程度啊，确实安尼无简单。就是乎你修到这款程度啊，声音还袂破哦，你知哦？啊，五十音模，十音模要来甲咱吵哦，你就爱听得啊真有，听得啊真有。啊，干那声音破有十个声音的音模。受相形式哦，啊，同款拢有十个音模哦，啊，你干那要捌这十个音模啊，就无遐简单。我即回去奥地利哦，有人安尼甲讲，讲伊经过几个音模啊，嘿，有够厉害。讲伊安尼一少年几啊鸟，讲伊经过几个音模啊。啊，经过几下阴谋，意思是讲伊成就啊，这无咧简单啦，啊，这无咧简单，啊，真正的人伊袂讲出来啦，讲出来你就是丢棍下啦，接受棍下啦，你做圣盖嘛，做圣盖你就丢棍，你接受棍下，啊。所以真正用咱家己力要来实现，你得爱禅定的功夫真好呢。文思修你得爱，逐项拢会晓啊，啊爱真明啊。我不是咧讲，现在无法咧，啊，真少有这真成就的禅师啦，真少有这开悟的禅师啦。因为佛在大足经里对安尼讲啊，我无法施者，一人修行，难得一人成就，唯有念佛门得道成事。我发的时阵哦，一人来修行，难得一人成就，也就讲这无法施者，一人来修行，无一个会成就，难得一人成就，无一个成就啊。唯有念佛门得道成事。唯有跟那些念佛的法门，会得到咱生死呀！啊，有的人小看济哦，啊，加济几点钟讲伊真牛啊！啊，加济几点钟有啥物牛啦？就是讲你定中啦，一日一礼拜卖叮当卖食啦，啊，安尼有牛哦，这嘛也无算牛。你看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一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迄一个暗拢伫禅定内底，拢伫禅定内底，啊！啊，伫禅定内底啊，啊，即款啊，即叫做外道。啊，叫做外道哦，心外求佛啦，叫外道。啊，所以这哦，伊犹阁毋是成就。啊，咱这六欲天人非善即分，无定可言。经常咧讲，就是天顶哦，啊，第一层天乃至第六层天哦，天顶你爱修禅定，才会升天呢。哎，佛祖跟咱讲这样，非善即分，无定可言。一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哦，这禅天啊，又个未了成熟啊。一修个非四空天去哩，啊，四空天去哩，赶快两个未了成熟哦。所以咱伫这凡夫的境界，哈、啊，加这几点钟啊，你都安尼颠扑扑咯，啊，邪入心，你家己都唔知哦，嗯，所以讲这啊，唔是得简单啊。